我咧讲，咱去共做了嘛，真侪老菩萨都遮要去共做了，直直讲话，讲起较爽快啊。哎，也是领导，三温信提倡，才大家开始念。即摆念山遐，就又搁讲话啊。也即个坐起下，你搁对你啊讲个头疼啊。人在遐子，人讲工作派人讲死人为遐子，去讲念死人啊，就讲死人为啦，那遐子为他讲的啦，这无啥物代志，咱念阿弥陀，咱你讲做念，咱一路都个直直好个念起啊，做顿啊嘛一路念，做顿啊唔只对，那师傅都拢无咧讲话，你就变死咧讲话，真正这是无分的，所以咱啊一路拢爱念阿弥陀佛，咱念阿弥陀，真正出车祸都未安怎啊。